嗯，要玫瑰对着哇。嗯，对，玫瑰照好玩。嗯，哦，现在出太阳了，你看光线照着蛮漂亮的，怪得很嘞。你们桃江也说好是也说乖吗？我们桃江不好哎。那桃江好了，不能照着照着了。嗯，对，桃江也有茶产业哦。 嗯，也有茶产的桃江，但是名气没这么大，没安化啊。嗯，安化的名气大一点。嗯，所以呢，就过来，往这边。啊，我跟你聊天，没事，你忙。你姓张？我姓林。姓林。嗯。哦，好，林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 家里两个女，一个儿子。一个儿子，两个女。嗯。哎呦，那是超生咯。嗯。是不是超生呢？那个时候。没得超生啊。嗯。哦，那个时候不只允许生一个啊。哼。你那个年代是可以多生吧？超生的。那超生的。哦。是的。那个时候罚款没有。 那不罚款，就是罚款的交的了。哦，交了罚款，那是长得才挖青啊。哦，才刚翻青的。嗯。哦天，哎呀，那也是很苦啊。那个时候政策确实不好，要拆房子，要躲起来，嗯，超生。现在好了。 现在要人生了，嗯，国家现在都不生了，嗯，是不是？而且晋升了，生到有钱奖啊。是啊，现在就鼓励生了。嗯。嗯。我们那些花个好多钱呢。对，那是罚款，罚很多钱。抓的罚款。嗯。抓的罚款。嗯。要拆房子，是吧？把猪赶走。嗯。是吧？哦。哎。 等一下，洗一下这个政策不断的变。到现在才还清。嗯。你弱智的。 你们这一个一批来的桃江的那个采茶的姐姐，谁会唱歌啊？不会唱歌。有没有唱的采茶歌啊？不会唱的。不会唱。没有，不唱，不会唱的啊。哦，不会唱采茶歌啊。好嘞。还在这吵嘞。哎呀，没得钱。没得钱。 主要是老了之后啊，没有保障嘛，嗯，一个月一年下来就是1000多块钱呢，对。没得钱多嘞。啊？没得钱多的。没有钱多啊？2000多的。就是1000多嘛，一年是吧？没得。400块钱一个月没有啊？是没哦没有啊？是1000多。800块钱一个月。 相当于退休工资的那个概念是吧？嗯，老人呢就是不能生病啊，生病了家里一下就搞穷了。嗯，如果说不生病呢还可以，就是那身体好还能挣一点钱。最主要是出来玩一玩咯，很多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啊，是吧？在一起。 好，谢谢。不上电视啊！不上电视，那不上电视。
我们不是电视台的，我是就是私人拍的。对，私人拍着玩的。嗯。不上电视。这些孩子老一个。对，都是。